澳门国际影展闭幕礼暨颁奖礼呢日隆重举行，27岁嘅周冬雨就凭电影《少年的你》攞到最佳女主角。呢位出炉影后翻到后台，亦都难掩兴奋嘅心情，仲不断高举奖座同做胜利手势添。就觉得真的是挺刺激的。对，从那个还不是我的那个奖的时候，我就挺紧张的了，我就心扑通扑通的跳。从第一个不是是从刚落座开始，然后就跳。另外，啱啱过咗54岁生日嘅嘉玲姐就透露，老公伟仔为自己准备咗份好好嘅礼物。很大的表示，不能透露。不过我这次陪他去做漫威的定妆造型，都很 excited， 然后也很满意。不过为了要令伟仔可以在最好的状态下拍摄新戏，作为经理人的嘉玲姐也都要好小心，不要让伟仔受伤啊。他可以滑雪，但是不能吃太多，所以我要严格控制他的食量，不能 喝太多酒，吃太多东西，希望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拍一部很好的电影给我。